去澳门赌百家乐，发现赢钱原来无戏，好难。上星期去澳门赌百家乐，一入赌场就比人 check 酒我身份证。check 完之后我就入去赌啦，一走到去，最近门口果张台就戏百家乐。我1995年里地都无地就直接买间，因为新省1:1无起抽水。店之一开，你老未开庄，早知买庄拉顶抽水都好过输，不过便免到有早之价。算数都系我摔，卯地准就买，所以决定地一地，发现原来已经开左四铺庄。新省虽然涨庄开十几铺都试过，但根据数学几率，开的愈多再开季机会就会愈细，所以决定买间。哇，原来个个都买长庄，得我买间，无怪比我甩牌。一甩直接天牌九公，太完美了，果一下觉得自己系赌神。不过无可以很容易自满。之后开始计几率，不下注直至连开三铺庄间，在地埋条路，觉得有感觉就直接落注上铺的对家。虽然有时都会错，但错左就再买多铺对家，通常五会连开五铺，就算会都系当我连输二铺解，连输二铺系赌场好兼解，输咪停一停再离过。发现去到最后对纪律系大过错，都发现赢计钱比输计钱多，好开心。赢计钱虽然无多，我次次都系玩500文一铺，卯加注卯减注，耐性比一切都重要，始终铺铺都系真钱，就算系100文一铺都要地准时机玩。最后想赌都无的无走，因为要搭船返香港，带5000文去玩，玩左成日赢2000，算系寒啦，都系辛苦钱离，不过有赢就够了。